90多岁了，我没有劲儿，没有气儿，都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大家这么欢迎我怎么办？我给唱两句儿。好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灰心似箭脚下忙，我在外地把亲探，我的儿子打来了电报，他说得像秀梅给他介绍了对象，叫我回来把这姑娘相，我的儿年过30未婚配，做娘的哪能不急得慌，为儿子娶媳妇儿，昼夜难忘，但愿的这一回呀，千万可别慌，成亲后他们两个安心搞生产，家里的活计我来忙，不久就把这个孙子抱，我的小孙子聪明伶俐，又白又胖，跳跳蹦蹦的叫奶奶，我这幸福的晚年是蜜糖可乐，呵呵，我钱大娘。